感谢大家点开我的作品，今天和大家来分享一个我们家用配电箱一个接线方法，还有我们选择线大小的一个方法教给大家。这根是我们的火线零线，这两根是我们的近户线，近户线一定要选择六平方或者十平方以上的线作为我们的近户线。经过我们的这个两批啊，下面是我们的一个粗线，接到我们的一批加零的一个漏电保护开关，火线零线，零线要严格按照我们零线标记来接啊，这边 N 接零线，对应的下端头也是接零线，零线我们再回到一根接到我们的零线桩，这边火线接通，下面接负载。喜欢电工的朋友双击加关注。